打破隔离，打破那面墙的一个团体。怎么说呢？我相信呢，现场也有很多人，其实也一直专注的哦，会专注关注我们这个所谓的当代艺术的演出。那么有一个团体呢，他就是这样这么顽皮，这么调皮，硬要把那堵墙、那堵隔在我们的当代以及街舞的那道墙，他硬要打破那个团体，没错。也非常感谢他们把我们这群在街头玩的脏兮兮的街舞舞者们带到我们国家殿堂、国家舞蹈厅，不是国家舞蹈厅，没这个厅。但我也希望未来国家可以增设这样一个厅，对，有一个非常大的我们创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disco ball 在上面啊，对，把我们所有人带到我们的国家戏剧厅的这个团体，没错。我相信有很多不认识他们，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借着今天这个表演来认识他们。让我们欢迎我们当代艺术以及我们街舞圈这样子联合的最大推手，我们的尊重大师的小戏剧作。
热情这些新中国的表演团体，我们。